我是来自科尔沁的狼人，意外跟地球女孩小雨有了一对双胞胎，所以我决定在今天跟她告白。啊，沈天，有烟花秀哎，气氛刚刚好。小雨，我想。怎么样，地球的烟花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。那我们去那边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沈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做的书，准备送你的礼物。这是我刚到地球见到你的时候，这是准备离开那天发生意外，也幸好有这个意外。小雨，我还想和你有更多的照片，我喜欢你。这么巧啊，我也把我们的回忆做成了书，因为我也喜欢你。